我们现在掌声鼓励，邀请小朋友乐团上台。哇，你看看，他们已经练习好久了，尤其在这个一年一度的母亲节，哎，加油加油哈，加油！来，今天有一点时间，我们就稍微介绍一下小朋友，好不好？来。好，那就过来一点，因为他是小团长。来，好，好，站中间。你怎么站呢？这小朋友缺乏效率，来，赶快。好好好，好来，好上台。好来，一鞠躬。好，简单现在最右手边呢，是一位很健康的小朋友，很可爱的小朋友，名字叫做 Tony。Tony 跟大家挥个手 ，Tony。好，在中间这位唯一的小女生，也是很健康、很可爱，叫做温达小朋友。好，在我旁边这一位呢，是小帅哥，叫做 Tim 小朋友。好，你们今天要各自演奏还是？各自演奏，两个要一个不要，我们就先齐奏，等一下再商量，好不好？来，那个望春风，好不好？望春风，他们今天的伴奏因为没有录好，会跳声，要注意哈。来，一起挥挥手，一起挥挥手。小朋友休息一下，等一下再换你们各自演奏，好不好？来跟大家一鞠躬，谢谢大家热情的掌声。他们有空就会过来演奏，好好休息一下。我来演奏一首歌之后呢，我一位很棒的学生 Jack， 他也又要用这个中音萨克斯风呢，来为现场的朋友浪漫的演奏一下。我来带来一首罗宾威廉斯的情歌，送给喜欢夕阳不是很老的朋友哈，夕阳年轻流行的朋友，喜欢夕阳流行的朋友哈，来。
我们带来这一首叫做 Better Man， 好不好？ Better Man， 来掌声鼓励。